巴克，番茄我觉得没有奶茶香，这是我喝茶的一个三个鸡蛋，台湾均匀，然后再加奶油，热搅拌，然后过滤，过滤完以后。用米淀粉跟糯米粉料搅拌均匀，然后放上麻薯和微波炉三分钟，拿出来倒一点黄油，然后搅拌，不停的拉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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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拉完以后。